再把这个电源啊再插上去，会唱的跟着一起唱，不会唱的人赶快去找卫生纸擦眼泪，好不好？我先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。可以了啊，回到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很年轻的时候，我来到这里，我看到了一群很爱很爱我的人，到现在我相信他们还是很爱我。我说真的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也很爱你们，虽然我不太爱说，不过我真的爱你们。Yeah.
奇怪啊，都没有人说我好漂亮啊，都说我好帅啊，然后那个帅都是蟋蟀的帅，然后又说哦你好酷哦，那个酷也是裤子的酷哦，为什么我不能说我是很美很漂亮身材非常好？十大美女那就不要再说了，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其他女人跟我比啦，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来比，因为一直到我要比大家都退出了，其实事实真相是这样，是不是小时候就见过我？但是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人都已经又当妈妈了又当爸爸了，所以我还单身啊？有人当奶奶了？不会那么夸张吧，我没有那么老了，大不了就是结婚生个小孩，不会有当奶奶吧，除非你那时候认识我你已经30岁了才有可能，对不对？